相依为命，你还要伤害他们？啊，解决方式就是，反正你现在都这个模样了，那这个包包对你来说应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吧？你快去道歉！不是你赔的，我已经被公司停权，网络上面都在炮轰我，只剩那些宝贝跟我相依为命，你还要伤害他们？通明法的下一步，在建立完患者的焦虑刺激情境后，要让他通过放松降低刺激造成的伤害，这样就能减缓。我走，这种被霸凌欺负的感觉，我走。这样子，学姐应该就没事了。嗯嗯。吴凡。莫凡，每一夜我压抑着思念的心情，已经疼得让我千疮百孔，遍体鳞伤。没希望，我记忆的一切全都没有了。没希望了，我经营的一切全都没有了。看来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。不过照我帮他补的卦象来看，虽然他注定会有此劫，但一定能决定逢生的。没错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帮 Jessica 学姐东山再起。